这款莲蓬要两个人先拉开，然后把顶棚披上去。这边的魔术贴要对准下面的柱子上的魔术贴。这个使用也很简单，然后一只手推上面，一只手推下面。然后升高的时候可以先把它拉起来，这边的弹扣可以调节高度，这边现在好了。